久等了，这位女士。丫头啊，看个月吃点什么？你别看他们这家店环境不怎么样，可他们家的菜啊做得非常好吃，别的爱吃的。什么破地儿，还不如在家吃点。丫头，有一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。遥远呢，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让我去这个云南的美术基地，并且当这个基地的负责人。哎，丫头，我跟你说，那地方可好了，可大了，山清水秀，四季如春。关键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可以一边教学，一边创作。好啊，很好的机会，你去吧。真的？你支持我？支持啊，为什么不支持啊？那这么着，那这事我就应了遥远，我给他打一电话，下个星期我就去云南大头镇，我提前安排一下，等安排妥当了，我就把你接过来，怎么样？我就不去了吧。你不去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我又不会画画，我去干什么呀？嘿，不用你画画，什么都不用你干，你上云南就当去度假，享受快乐的生活，陪着我周围成，给我当太太。当太太啊？你见过有山沟里当太太的吗？你别看那地方是山沟沟，可我觉得比好多大城市强多了，真的。三面环山，一面是河，四季如春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。还有什么好菜，你都说出来。这些词儿都是城里人吃饱了没事编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三面环山，你以为是好事儿啊？买根针都得翻几道岭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小卖店，人家老板都得盯着你，因为知道你是从山沟里出来的，生怕你偷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一面是河，我们家门口那条河成年的淹死人，哭都哭不过来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年好不容易从山沟里逃出来的，我发过誓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山沟里去了。别着急啊，你要真不想去，我跟姚远说，这是我回了，我不去，行吗？你去你的，我只是说我不去了。你不去我能去吗？我能把你一人搁在北京吗？所以我们还是分开吧。姚远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可以不去的。现在不是你去不去的问题了，而是咱们俩在一起合不合适的问题。为什么到今天你才说咱俩不合适呢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也是放弃了很多东西才来到我周立成身边的，对吗？你说我无论愿意做什么，你都愿意陪着我的，对吗？对，这是我说的，可这是我那个时候说的，人在恋爱时候说的话能当真吗？你别太天真了，行吗？告诉你，我当初爱你是真的，我现在不爱你也是真的。说实话，那我问你一句，是不是我们离开工作室以后，是不是我钟以诚身无分文之后，你就不再爱我了？
错。所有的人都在跟我说，你林乔和我朱一成在一起是看中了我的钱，我压根儿就不相信，真的。既然你要不跟我说，我还跟着走吗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我当初爱你是因为你能够给我那种我想要的生活，可是事实证明了你根本没有这种能力。我想爱你，我都找不到爱你的理由，你让我怎么继续再跟你一起生活呀？没想到我钟玉成千挑万选，选到最后还是选了个这么俗气的人。和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你是真爱我呢。一成，你也不小了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天真呢？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有多可笑吗？什么真爱假爱呀？你没有钱，拿什么让我来爱你啊？天天住在那个破房子里面，吃着盒饭面条，心里还得琢磨着我明天上哪儿去赚钱去。这种日子，你让我拿什么心思来谈什么爱不爱的呀？妈，你松手！哎呀，疼疼疼疼疼！妈，你松手！哎呦，妈，哎，你一直就住在这儿，这么长时间，工作室呢？关了。关了？你不是说租给别人了吗？怕您着急吗？你糊涂傻子的你！你前些日子怎么跟我说的？打电话跟我说你到外地出什么差？你就这么骗亲妈呀？妈，我没骗您，我就说我在北海画画，然后您就说我在什么那广西，我就顺口一答就。哎呀，妈，你别拿这砸我！你看你手心吗？我求您了，咱们毁容了一会儿。妈，你消气，消气，你别生气啊，妈，你别生气。你个混蛋，你个混账东西！你想气死你妈是不是？妈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。妈，你别生气，你打我两下行吗？你心脏不好，你再生气对身体不好，您知道吗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那狐狸精呢？说话呀！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跟我分手了。妈，您别吓我，妈。别生气，妈，你别生气，千万别着急，你心脏不好，妈，你求你，你别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就是不听你！现在人财两空了吧？你个狐狸精，不要脸的泼鞋，我跟他玩命！我，哎妈，妈，你别着急，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别生气，妈，真的，你先别吓我呀，妈，你打我两下行吗，妈？你打我两下，你坐着吧。妈，我求你了。妈，你别生气，行吗？你别生气，你打我两下都行。你消消气，你别吓我妈。不行，妈得带你走。孩子，跟妈回家吧。儿子，你就别让妈着急了，妈急不动了。就听妈的话啊，你一个人在这，妈也不放心。我想让您着急，做儿子的怎么可能诚心让妈着急呢？
只是现在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我总得学会自己担当起来，对吧？您说您现在叫我回，我怎么跟您回啊？怎么回？腿回。这东西咱不要了。你说你在这儿没吃没喝的，回到家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学会不了照顾自己的？您啊，踏踏实实的想回家成吗？这儿还有你什么急得可留恋的东西啊？什么都没有。这地方什么都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了，只是经历了这么多，我脑子里挺乱的。我不是不跟您回去，我就觉得我现在心里挺难受的，我就想一人静静，踏踏实实想会儿。你小子是不是想要你妈的命啊？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妈从你这回去心脏就跳成个个儿，血压高的都快炸了血压表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跟我回去啊，再晚了非出人命不可。快走吧。妈，哎，过来吃早饭吧。